家平安，平安。我们今天早上又来到主的面前，阿门，阿门。来，首先我们要先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一直以来的保佑。我们今天早晨可以吸到呼吸，很安心，很安全，就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也可以起来，可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欢呼你的大名，也是祝你给我的恩典。谢谢你，主耶稣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崇拜你，请你打开我们的心灵耳朵，让我们可以欢呼你的大名。谢谢你，主耶稣。谢谢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阿门。来，我们各位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要唱歌跳舞给我们的主耶稣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一边唱，我们一起拍手。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开始赞美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，耶稣。来，我们要唱一首，主你就是在这里，你总是跟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也是跟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这是我们的声音，这是我们的心。我相信主你
主耶稣的名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在主的圣洁同在里，匍匐在你宝座前，等候你爱降临我们的生命。
我们知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低落的时候，你总是抱住我们，你也一开始也没有离开我，你一直都在，你一直都在抱住我们，你一直在保护我们。谢谢你主耶稣。来，我们继续唱一首，这一生就是最美最美的祝福。我们唱一首，在无时的黑夜里，我有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真心，让我真心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有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我们一起说，的赞美敬拜你。现在我们要坐下来，我们要听你的话语，保佑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专心听你的话语。谢谢你主耶稣，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Shalom， 平安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早安，你当然好吗？也感谢主，自家已经热切地赞美敬拜主圣嘅主耶稣。今日自家当然爱乐准备心，听上帝话语，自家当然来乐祷告神呀。我当然所敬拜的每一个上帝，就会在耶稣基督的名，感谢你主啊，感谢你今朝新出来的主日礼拜，我当然能够来车来敬拜赞美你。今日我当然听你话语，求圣灵你提来搬恩膏，我当然，我当然嘅心能够打开，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来接受你嘅话语，感谢你主啊。你本我当然能够更加嘅渴慕，更加嘅要心焦心对你主啊！是当我所念所敬拜、所献上嘅赞美，我当然所爱听嘅话语，呢个话语能够本我当然信心得到状态，信心得到超超，感谢你主啊！一切荣耀归上你嘅名，我用祷告奉耶稣名求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那亲爱弟兄姊妹，今朝先啊，自己当然来学习，甚至了解恩典嘅功课。自己啲恩典都系从上帝来嘅，唔明人来嘅。嗱，自己阿新用嘅呢个圣经度嘅写出嘅呢个历史呀，圣经嘅故事啦，都写出一个十五年之下提乔装提热节。第二咧，讲我提背嘅时候，提背就忘了。嗱，自己啲啊，只识一年提热节嘅忘啦，就系呢个扫罗王呀。扫罗王啦，佢都撇撇嚟问上帝神嘅。十五年啊，恩高嘅，嗱，但边啊，恩可惜。当咧扫罗王做王嘅时候呢，见啊，
冇咪冇顺服上帝啊！结果那上帝呢将把这个蒙蔽呢，交本这个提蔽啊！那这个扫罗王自家底下啊，我相信自家都啥安多都明白关于这个故事呢。关于两班这个扫罗王呢，佮那两班个方式啊，佮上两班个计谋呢，爱咪爱杀这个提蔽。出發一個提背啊！是到提背咪提背唔會做幫，是到提背唔會錯嘅幫背啊！到咪嗱，經人真係咪嗱？開頭經人真係咪點做咪？掹啲嗱一個受落幫嗱，因為一個唔甘人嘅心啊，變生嗱見啊變嘅嬲怒嗱，對一個提背啊，就係一個事情啊，都發生啊，就係當日同時間啊，一個以色列人啊打仗咯。那打仗了呢，都咧个扫罗王呢，个台北都落咧个丧事咯。那你都人民什么啊？跟安分去？因为家己经讲了，那几多少都会迎接一个王，个迎接咪都含住咧个兵士什么啊？打仗做来了。那就你吹咧个当咧个扫罗王个咧个台北王落咧丧事时候呢，哇！安多个人民什么啊？来迎接几多人啊？那都轮到你班啦，做你班啊，翻破人啦，呀，你班翻破人啦，都按方言啦，几多人都咪，哇，老没有唱出诗句用先啦，呀，唱出诗句都讲哦，少咯十四千千人，太背十四万万人啦，那当那少咯几根地地棒，都咪明啊，涨十到千千人，哪个太背呢？还冇做帮，佢咩帮你？但俾人看啊，千丈见啊，实是万万人啊！哇，从介时候呐，听住咪呢个扫罗王嘅心都不安咯呐，满日佢点想啊？哇，呢个台北市人用先叫你几回事呗？争啊帮背哦！那结果呐，佢超人用开始话，超点点咪有千机会，我哋咪我哋杀呢个台北啊！是到台北呐，唔会做帮啊！买啲本身就一看到呐，结果扫罗呐，见啊唔顺服上帝嘅命令。那结果咧，王位真正咪本提位初核。那扫罗王要入嚟，按到约拿单，那约拿单个提位安好嘅偏招啊。那结果呢，扫罗王个约拿单啊，出战场啦时核，那提位都做帮咯。那当佢做帮时候，你去上道啊，上道啦，佢偏偏上道咪约拿单，你未叫我啥安好嘅偏招。佢都问，你阿问佢王将做乜嘢啊？一扫罗计木卡很穿到有人冇啊！你哋因为呢，约拿单嘅坚固呢，佢上咗约拿单嘅朋友嘅坚固啦，佢咪哦，强嗌去搬嘅木卡人恩典啊！嗱，呢度提住只太平洋港，嗱，结果呢，呢个按住阿妈啲，妈啲对对，你啊，就你咧见只阿摩托超点做乜嘢？只识一根热到十三只，特别嗌咸要咸要唔计只啊，唔只啊。四隻五隻呀，過重要嘅。那結果呢，要人家都按一望啊，所以十五年記下叫裝貼三隻嚇。結果呢，都要呢幫一份債門，係啊，一份債門。意思我呢收落嘅木卡很少人摸，係啊，我愛做出上帝嘅慈愛，係啊，愛按唔係愛按台機啊。嗱，出陣間提會講我愛咪。爱表现出另一个爱对己，然后就受落个不堪人存到。那今日天二计啦，天二年啦，出第三只啦，提俾个提俾王讲咪，讲如果受落王个不堪人很少啊，我爱呢就出上帝个慈爱啦，恩待己啊，那佢爱用上帝个恩典啦，呀，爱咪爱招待啲受落。如果还要存下一个木卡人啦，哎，问题要怎安到西班呀？西班啊，就对咧个帮讲，叫很少呀，还要一只那约拿单个例子啊，不过呢，一脚呢系败脚啊，那问题呢提背上啲咧约拿单还要一只例啊，还要一只例咧，还存下要一只例，特别呢结果呢，问题一脚呢败脚啊，那佢败脚个历史啊就介绍呢。当一个约拿单嘅例行事时候呢，跟听到扫罗及约拿单已经出战场死了，那呢个消息都搬啲望江度人听到，那介绍呢呢个约拿单嚟行事，要叫咪有叫两个叫撞见人啦，叫讲护士啦嗬，听到呢消息呢都全紧张话，都慢慢谂到嘅头家嘅例呢，都系咪会带佢逃难嘅话，
那因为有见用紧张啦，佮唔小心嘛，你啊声音呐对下去啊，对下去呐，卡卡对个两只脚，结果你啊来呐，抬手呐，个脚呐摆脚啊，也摆脚，有啲磨力呐，你望见佮放路一五方片呀，望见个脚抬石啊都唔低两蚊呐，特别包括你强个脚呐摆下呐，那你只脚呐单个来呐，按到咪，按到弥陀菩萨呀，按到弥陀菩萨，那。结果呢？你个四巴呀，嘛啲四巴都系你只弥弥陀菩萨嘅容颜啊，佢都走出你个台背嘅面面啦，佢都系带一个头家嘅嚟嘅话，嗱第二类人，第二类呢，哇台背安分系看到咪着那等嘅嚟，你佢诶将盘啊，一个上帝嘅嘅慈爱呀，呀。台北将把上帝嘅慈爱呢，诶，领导本一个弥陀菩萨，呀，那结果呢，只一看到十五年之下，第七节咁讲啊，第九章第七节啊，你故事讲下去啊，结果呢，呢个台北呢，都讲咪，都对呢个弥陀菩萨讲，用眼冇镜，呀，因为同埋呢，都咪台北含嘅冇镜呢，可能未望只一啲，甚至咪系望嘅故事只一啲，可从只一看别晒中嘅片啊。中嘅片啊，即一看啊，系一集新嘅网啊，呀，佢一个将将案例新嘅网啦，别山啦，佢打得啦，将把个罗网嘅千家木啦，别山啦咪，那粗黑啊，那嚟密黑啊，别山打得冇那料啊，无论家老婆啊，家成人家孙啊，家石啊，什么啊，啥嘅台全部咪变密黑啊，那别山即一看到中嘅。历史先用起啦，那呢只弥陀菩萨几上到，见下提背含起来，就加咧咪咧个望姜，几多上啊？唔系提背一上，入唔到加弓啊样对佢呀，啊样烧香提背，见下那提背啦，诶咪诶波少啊，诶咪一诶咸咸命啊，那佢都来到那叫做前尊啊，你啊，我又前尊姜啊，呀姜咧提背，猛啲提背咁样讲，你唔姜呀，你唔姜。我爱呢，今日阿爸就拿单啦，计人故呢，我爱半夜按到 M 点啊，啊你看，你咪说菩萨相个噶，噶台北讲出来呢完全相反啦，台北讲啊，我爱半夜按到 M 点啊，啊，今日阿公啊收落个天梯啊，一个天奶啊，也个按到个天奶，噶咪。个陈一按多个镭啊，按多个金啊，用矮矮半年啊，满足你啊，因为佮本身一年啊，那年啊，可见啊，哈哈，夹矮做下释放啊，咪等陈永兴啊，提背很强咧，个秘书过身啊，为咪来叫个望姜，你夹矮做下，呀，阿生矮释放，你听个释放，矮后背错，你听个背错，矮释咪错，你听个释，那你看，听姐妹，一就系冇恩典啊，听姐妹。呀，你是讲呢？一届呢，一届，你唔配得得的呀，像一届弥陀菩萨啊，佢上佢唔配得的哟，佢唔配得得，啊样介啊提背啊样对佢安好啊，招待佢安好，特别呢佢得到啊。那听住咪，一届金半日，呀，一届金半日后，后发到金半日，偏偏又落到2021年，听住咪。你啊，一切都系上帝嘅恩典，阿门。你系上帝嘅恩典，呀！自家啲自家事实，自家唔配得又做耶稣嘅圣人，听住未？自家因为自家已经咪犯了罪了啊，呀！自家跌落罪了，特别啊，上帝啊，因为一个爱啊，呀！听住未？你有上次看呢个呢个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有乜讲啊？你咪讲咪？上帝爱世人啊，呀，将一个独生嘅孩子啊，独生嘅孩子呀，一单单嚟啊，独生孩子啊，用乜嘢啊？半个几多人啊？呀，半个咪世界上人，半个爱及半个挑战爱，是到达每集相信嘅计呢，唔会灭亡，凡得永生。挑战爱你看，上帝嘅恩典就咪千兆嘅恩典啊，呀。上帝恩典对签出呢提背签，签呢继续拿登记嚟。上帝嘅恩典识签嘛，弟兄姊妹。如果上帝冇签，自家当然自家啊，本身系灭亡了，本身系已经吹天肉嘅复活了，唔由得天堂嘅复活。
所以呢上心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講啊，因着上帝愛世界嘅人啊，佢甚至啊，即將佢嘅獨生子出嚟，耶穌基督嘅身份啊，佢咪差派嚟到世界，是到咪是到每隻相信耶穌嘅人啊，就係愛啊，隔耳啊聽住咪相信耶穌啊，唔會咪唔會滅亡啊，還得咪得到永生，得到天堂嘅福分，呢一次嘅大嘅恩典聽住咪。你累咪唔多嘅，你唔有本嘅呀。除咗自家嘅只阿叔基督，就能够本就是阿娘嘅恩典。自家事实唔配得嘅，唔配得嘅。你看弟兄姊妹，自家记得玉赐耶稣，出咗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啊，佢来到一个撒玛利亚地方，自家跟啲间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跟小铁又冇相共位，冇相合味啊。嗱，特别解嘅时候呢，耶稣呢？出个经节讲啊，耶稣呐必达得呐，爱经过那个撒玛利亚。其实耶稣唔需要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耶稣爱去犹太呐，犹太地方爱到加利利嘅地方啊。嗱，本身咧撒玛利亚地方出个动盎嘅，特别因为到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冇相问呐，结果犹太人呐就过去啊，为呐叫啥？因为打撒玛利亚地方过，叫啥要辟条路啊？特别迷茫个人，特别叫啥今年？呀，唔会遇到什么的阿人啊！特别同埋耶稣偏偏介日啊，佢来到佢那一大呢条路过啊，呀，佢都系偏偏一大呢条路过，结果呢，出什么的阿的那天下，呀，出个奖赏来初度。耶稣目的系咪点子咪？耶稣目的咪爱将把佢嘅恩典搬过埋晒，搬过呢只富人家，结果对对于只一计五钱人啊，来咸水跟下朝头。就啲，最耶稣偏偏啊，定咪定热扎咧，佢唔自然啦。就你个撒玛利亚唔自然啦，佢当下就头先啦，嚟纳税，嚟打税嘅账啊啲啦。嗱，耶稣呢，佢将把咪，佢将把恩典搬过呢扎撒玛利亚嘅富人家，知唔到咪？佢明乜做安多沙啦？呀，佢专门穷人嘅重复，特别当佢牛耶稣嘅时候啊。耶稣会搬过一个恩典搬去啊，呀！结果佢当啲耶稣系入嚟救助啊，呀！当佢啲耶稣啲嘅即系事情啊，冇讲小利己呀，冇去接皮佢，特别讲佢贪，讲住一个发税呀，一个生命嘅税啊，结果你啦，佢明白哦，耶稣搬嘅恩典，结果嗱佢唱一个桥啊，又见能够新人嘅。信耶稣，佢接受耶稣，唔单止佢单身接受，结果咪你看，佢嘅上帝搬佢嘅工作，佢能够带一千近半年啦，结果含重嘅咪嚟认耶稣，听耶稣嘅福音，听耶稣嘅真理，你看，因为上帝嘅恩典临到半年集富人家，结果佢能够做咪传道人出嘅近半年啲啦，点住咪，自家经验咩系？自己本身唔晓嘅，自己冇办法，冇用力量。特别上帝讲，如果我嘅恩典系搬过你啊，呀，我嘅恩典搬过你啊，你就你唔晓嘅呀。上帝讲，我签到你见下，呀，你看呢个撒玛利亚妇人家，耶稣嚟签佢，点住咪？有时到见你脚到嚟恩典，见半日点住咪？你夹硬又信耶稣，亦都如果看下耶稣嚟签自己到你，呀，佢自己都撒将。就咪一陣過核呀，陣慶祝聖誕人過核緊嗱，上帝呢個聖誕嘅消息係咪啦？都講我啦，上帝差派呀，耶穌以馬內利，就講上帝嘅是一通差，唔是按照得到太太嘅恩典，直到自己得能能夠得到呢個天堂嘅福分，弟兄姊妹，你講上帝冇看住一生，自己都應該弱點，佢冇看自己都應呢個背景係咪？弟兄姊妹。呀，你冇点想要背景，帮别人做嘅事情。上帝讲，我嘅恩典搬过你时候啊，一切都咪变成新嘅。呀，听住问你，当然系记得冇。要条诗歌咧，安乐歌了。呢条歌是两百零年咯哇。你啲别沙心痛，唱诗下，哎，别沙心用哈利路亚，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。呢呢条歌嘅意思系啱要意思啊，听住咪呀？家下起咗时间，我哋唱一句歌词本，听住咪弹，即刻齐齐坐唱。嗱，
讲到那了解没有？你条错过的人啊，呀，佮呢就系一一个工作呢，都系咪佮大了解佮用算那个时候，讲1700年来个历史啊，呀，而啲佮呢初算呢去到非洲，佮讲出人格初台算去到非洲，去到非洲到咪呢？满地嘅非洲呢，佮做一个牧人啊。然后母人啊，然后就天身体强壮的母人啊，然后无论后生，无论阿生还是后做呀，伊将把母人捉到咪，带去咪，带进吉，带进吉到咪呐，带去叫啥去埋啊？你真正系埋人啊，听住咪。然后母人跟家己个脚跟按翘磨累，然后到系讲去到提地方提脚跟啊，啊家己叫啥做咪得落累，慢啲呐系咪？慢啲去到稳定呐。半年間買啊，攞買豬肉啊，挑住買，哇！要係身體健康都買個多價，係冇係個肉啦都睇啊，買個個冇價，都實係痛苦講超啊，挑住買，做半年間買到啦，很咩享受喎，挑住買，買又先啦，做熱做熱冇休息啊，晚上幾多年兩半年嘅個頭家係不自己咯，叫什麼病啊？你咋坐咧個人啦，按到張牛頓。你啲機械熱啊，即係話機械熱啊，機一個信啊，離開咧個非洲，第啱多嘅半年內呢度夾白沙，出嘅啲提信啊啲啊，啲啲啦，機跟一個生活先用先話，一個累些潮咧迷咧認得何累話，結果呢計不暗，我哋啲嘅風前啱提風浪啊啲，打咧個信啊，因為人要多啦，機些些有少少嘅。係先住嘅家庭內嘅，特別問啲姊妹間默過先啦，一個見望家係大望見望就愛嘅照顧啦，一個佢變就反對上電嘅啦，你啲佢變生喊抽偏照下出信度啦，哇冇咗上電命係啊，嗱何將講上電魔用啊，嗱到解不暗時候跌跌啦，一個發生一個太風浪啊！嗰個信咧碰到咧就啲結萬千信徒人千般啦，上我呢冇希望了。呢一個信打得呢一個風浪啦，打惡係咪？結果呢只人要當啦，學到上到，望白佢死時候啦，佢食一物食夠佢豆糕，呀！就啲介紹佢知道佢變生只提垂人啦，特別佢朝佢提垂人，特別佢思有上帝見下，又係佢都落喺度上帝面前，用主啊用求你當落嚟。出過外兜認出呢件鞋，奇妙挑戰位。當仲要當阿娘祷告嘅時候，佢叫講出一個祈求本上帝啦。結果啦，乜嘢啦？結果啦，一個風浪啦，完全咪掂埋啦。佢當時啦嚇到啊！用埋啲上帝聽下祷告，上帝聽下祷告。結果啦，挑戰位。家家出安样嘅事情发生啦，家计心啦，冷松咪，得冷松啦，不上电啦，秒走啊，呀，心里秒走嘅心，佢啦把结果啦，佢啦过黑镜人嘅时间啦，佢完全悔改，佢唔会做个工作了，佢离开个工作，佢唔会做，佢咪多尽签做耶稣，呀，佢嘅心啦，佢非常本佢叫本佢那个恩典嘅主啊，结果佢能够唱出呢条歌，好唔咪？奇妙嘅恩典，弟兄姊条歌啊，有个安出名呀！你看，弟兄姊妹，吹暗用风浪嘅时候啦，上帝迁就呢一个人要动呀，本佢能够悔尽来信耶稣，来做就咪上帝嘅仆人，结果佢病超嘅工作，佢就咪做上帝嘅仆人。你看多奇妙呀！嗱，上帝嘅恩典就咪迁就嘅恩典，身体之间，体验啦，上帝恩典就咪坚固嘅恩典。坚固先啊，含住间冇惊，呀！上帝肯定讲你冇惊，呀！你冇惊，你冇惊，你冇何像老冇盼望样，你冇惊看到今下嘅情况，呀！你冇惊看到今下何像有危险噃，你冇惊对一个今下挑战，呀！上帝讲我嘅恩典就系咪超乎一个惊，所以呢提问啦，讲一个弥撒菩萨堂，你冇惊。呀，因为我系本意安多嘅恩典啊，所以你讲你冇惊，只要看到当一个天使呀，当耶稣出世时候啊，天使遇到呢班壮壮嘅人啊，提住佢背呐，天使讲咪对呢个壮壮人啦，呢个木匠啦，含几多咪冇惊呀，
你当然唔好惊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家当然信耶稣，你一家人该唔好惊了呀？唔好惊人心啦，你唔好惊你该前途啊，你唔好惊啦，你该何尝你该事情何尝唔要快结用？你唔好惊啦，如果今日你去到安详啦，你该问题啦，盼望出路，盼望有出路。你唔惊，如果去到你该平静啦，盼望好啊。弟兄姊妹，一家该做系本日恩典该。你个从第一点来，本意得到坚固，所以那亲爱弟兄姊妹，落到两千公里十几年，一个爱坚，个有坚固的信心。呀，从第个一点马鞍林多门，一个当然，一个能得到太个安慰，得到太个咪新嘅力量啊！我听安多嘅见证，弟兄姊妹，就那一个嗰个了非洲，叫啥安阿咪就会讲出来，望白金芒新家树嘅时候呢，哎呦，就该坚力坚。也知道该唔咩哩，唔咩知道，乜该事情咧知道，按知道那上落按从没有按冇希望用，特别那样啊，当系信了耶稣的时候啊，用个知道诶用，安生气吼，几多人都知道按感觉安生气，都咪个知道我未冇惊啊，今下，我知道今下我该问题生发本身很严重，特别都咪个知道我今下我要该一个有安定的心呀，一个有没有？交托的心嘛，自己过嚟系咪有感恩的心嘛？啊，听住咪咧声喎，上帝嘅恩典喎，含住我三年唔忘记啊！你啊，亲人条住咪记得啲啊！自家落我咧两千二十几年，虽然一个过非常少，呀，自家啲梦见见下间前边装过年咯，啊，都过年咯，系啊，咪有要去拜年么？系啊，啊，两百年后见下过年咯，哇，过年前我记得过年咧打算咯，系啊，嗱。自己今日看，冇惊听住咪，呀，未掹过肥很少，特别自己嗱，特别信心对住，啊，叫上帝带领自己多年，保护自己多年，呀，特嗱身体健康，呀，唔会得到呢一计平，自己计顺利之后生所做嘅事业，又特又能够做下去，顺利地做下去呀，我要信心，坚固一信心听住咪，嗱，第三面呢，上帝恩典嘅咩呢？上帝恩典系丰富嘅恩典啊！你看，对住咪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咁讲，呀，耶稣讲啊，叫啊，你出来啊，出来特登咪，特登咪，为了我睇哦，杀，呀，夹咪夹肥咩啊？但系我出来啦，特登冇带何事情，呀，佢特睇我，啊，因为肯要我杀咯，过嚟咪肥咩？呀，特别耶稣讲啊，挨来啊，耶稣本计亦计亦计比字，亦计相反计情况啊。呀，呢一七呐，我讲咪讲呢个恶诈，讲呢个魔鬼，呀，讲呢个恶嘅事情啊，呀，除呢个撒旦嘅事，计计计计计呢一计一计鬼诈，呀，我嚟偷，我杀，我毁灭，特别耶稣讲爱来，耶稣讲爱来，死都认得咪得生命，呀，并且死都认得更丰富添住咪，你看，主耶稣嘅威化。唔咪单唱本自家都是生命，唔咪单唱本你个爱生命，听住咪。上帝耶稣诶，翻教起啊，强啊，并且我诶本你都啥得到咪，更丰富啊，听住咪，系咪十五日丰富诶？呀，你看呢一届提会啊，讲呢一届弥撒播撒堂啊，从几开始呀？你个爱每日下下做下释放，你看丰富嘅生活啊，本来呢弥撒播撒堂。呀，提备提高嘅呀，本日得到丰富嘅生活。听住咪，耶稣讲啊，爱来本日生命，及本日得来更加丰富嘅生命。听住咪，即刻唔好惊，唔好烧，呀，你唔好忧烧，唔好挂虑，呀，唔好一点点烦一个生活，呀，即刻迷茫，还有挑战。特别即刻去做起本身上丰富嘅生活啊！丰富生活，你讲哇，钱多你要够蹲够蹲咯啊！啊，到一年堂你要哇，钱多钱加，一咩单场讲物质嘅计方面，特别啊，本意咪心中得到太大嘅平安，加系丰富添住咪。人家得唔到平安，即刻被超越平安，呀！人家得到哇，人家未肯钱健壮钱咪，即刻被超到安田，呀！人家就啊，今日两蚊好，我自靠咪沙嗬，我向咪沙又搏又多咯，自家俾喐开信心，我要上帝呀，我要我主耶稣，会多咯咪，
未完嘅开路。呀，家姐冇丰富嘅生活点点住咪？你看出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啊，耶稣讲咪，烦恼苦担重担大念啊，呀，自家咁唔使要重担喎，要劳苦咯。耶稣讲咪，何止来，奶奶就压你来呀，我系搬你到得到安息，自家得到安息，或者自家都咪丰富嘅生命。丰富的生活条件咪，呀，即刻又又咪又咪安息啊！乜嘅事情即刻知道，哇！我要嘅信心，又即刻又乜嘅问题即刻就啊，就心里很安定，很有要嘅平安，很有嘅很有讲出嚟感恩嘅杯，亦都丰富嘅生命条件咪，呀！上帝本住阿生系非常非常系撇撇嘅，也把记录到咧两千二十年。呀，我更加相信，呀，呢个人达到半自家更加得到提提嘅超超在信心方面，呀，自家每责任虽然自家很猛，又出呢个教诲嘅啲智慧，特别我单希望挑战外，自家每日每练智慧嘅时间在拜五不啱，隔呢拜两次嘅智慧，呀，自家都啥都爱重视，呀，出现有啥各样各样嘅幸福，啊，都出天使面前啦，自家来专心。信心来敬拜上帝，阿门。呀，自己唔会搬呢一个情况啦，灭落自己嘅信心摇动。自己唔会搬呢个情况啦，灭落自己嘅信心啦，唔摇状态。自己唔会搬呢个情况，灭落自己嘅信心，何尝冷淡又听住咪？记得上帝本就是恩典，一个恩典系奇妙嘅恩典，所以自己要报答，要报答上帝嘅恩典，本个自己当然系听住咪。自己唔系报答吗？我报答咗所恩典，我系全额嘅力量。来咪渐渐来敬拜上帝，我全额嘅力量，我渐渐咪去将把我生活我乜嘅嘢交托关注，我又乜过得住啦？我将把我表现出嚟我嘅爱呀，对上帝啦，爱挑战咪，爱众人，呢都自己表达自己嘅感恩嘅心，对自己实做，因为基本上是安泰嘅恩典。请你弟兄姊妹，自家今朝先学到啦，关于呢个恩典啦，要心脏首先系讲了，再讲啦，提及啦，深造嘅恩典，上帝恩典甜言嘛，再咪坚固嘅恩典，提心啦，就系啦，上帝本就一啥丰富嘅恩典，本个你及本个爱，也真系感谢主，自家所敬拜上帝非常非常奇妙嘅主，系信实嘅主，系唔识改变嘅，系。望拜今日间转转转转，佢系唔会改变嘅上帝。点知咪即系咁赤足，落到两千二十一年，即系更加看见啦。上帝大大大本大自家当然啦，更加能够享受嘅更大嘅恩典，奇妙嘅恩典。嗱，请你点知咪今朝先啦。上帝欢迎讲呢结束啦，一啲很猛落呢个结束祷告啦。我一朝点知咪一齐唱呢条诗歌呀，就系出身我讲嘅。所以讲呢条安桥嘅歌，特别嘅歌词、嘅意思嘅歌啦，真系美丽呀，安感同人嘅歌啊，系啊。你可能就呢条歌后到两百零人，到近半日，人家还有很难嚟唱，呀，很将把呢条歌呢表现出嚟啦，上帝奇妙嘅恩典，呀，自家一齐嚟唱咧，听住咪呀，啊，呢个嘅歌词。那讲我啦，上帝嘅恩典，系何等嘅甘甜啊！而你自己嘅罪啊，第三面，就系当初生一个人要断结出信道嘅时候，遇到了风浪嘅时候啦，当上帝救佢嘅时候，佢啲啊，佢已经得到上帝奇妙嘅恩典救了佢了，佢出一个暗嘅，呀，唔会认识主嘅，唔会劝主嘅。特别认出上帝人用救佢，佢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呀，佢得到佢千兆分多种，呀，归向主耶稣嘅地，哈利路亚呀，即刻嚟唱。
耶稣一祷告，主啊，今天一个恩典，讲唔超嘅恩典，你试下帮我到人。你们嘅恩典系寻找嘅恩典，主啊，耶稣你来到世界里，为了去寻找我到人，使我一定唔会灭亡，反得到永生，得到天堂嘅福分。呢个恩典系坚固嘅到人界，使我到人唔会惊，唔会忧愁。现在当然不会好像没有盼望，现在当然能够面对这个面前的事情，现在当然地道主你是能够平安快乐的，你现在当然不会惊不会忧愁，感谢你的恩典主啊，你的恩典你平安受丰富的恩典主啊，你每当前平安当然得到生命，你来到平安当然得到生命，反倒你很并且很本来都能得到丰富的生命，你减重我都能够劳苦的重担，你本来都能得到安息，感谢你耶稣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求你更加的帮我杀所以这个落到了2020年，我突然更加的感觉到你的恩典是可疼的奇妙，上尽蒙蔽我都能过去的，而且我都能够做的是软弱的，可能的时候我都要茫然失意的，做出很多对不住你的主，特别认出你的恩典和爱的当然，我当然能够继续的看见主，你是在我生的面前，你是本我生得到更加丰富的生命，感谢你主啊，感谢你，我生得到主你更加爱，我生更加帮助出你的2020年，你的COVID能够更加猛地过去，接触这个针打这个预防针，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使到这个病能够猛猛过去，感谢你主啊，愿你带领祝福带领每一个对国的福州，记得在这个2020年更看见主这个奇妙的带领，看见主这个奇妙的恩典，我叫神能够继续就按照我最求心对你做啊，本每只肥猪唔会软弱，唔会冷淡，唔会何尝失去呢个盼望。主啊，求你嘅恩典太大施下俾你到你，不平嘅主，求你治好，求你能够恢复佢多少身体，要在问题、生理方面、经济、金钱方面，主啊，你太大恢复到开路，你在呢个里底要好好嘅解决。感谢你主啊，感谢你不亲，你是我所高级所拥有赞美的主，感谢你耶稣，
一切荣耀归上帝的名。我等人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阿起来受来接受上帝的福气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甲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开始，一切都完完全全都主耶稣在内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